同学中最交心的人，我想着交心的人，想把心交出去的人。张雅，我的害羞的表情。笑点一致的人，你家。最相爱相杀的人，赵家宝。括号纯友谊。所以不相爱就相杀吗？友谊之间的相爱。最有偶像包袱的人 ，Super Baby。你偶像包袱体现在什么方面？剧里的各个方面，比如说在食堂吃饭，有男生看我，我就只吃一嘎嘎。最没有偶像包袱的人，你家。最喜欢撒娇的人 ，Super Baby。最喜欢对谁撒娇？对谁都撒娇，唯独不对赵家宝撒娇。可以现场搭一看呀。就比如说，遇到黑天黑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，然后害怕了，正常人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天黑了 ？Baby 第一反应是刚阳，好害怕。最想让他做哥哥的人，叶小文吧，因为可以辅导学习，还细心。最想删掉的黑历史，吃泡菜被同学嘲笑。你是怎么删？因为我是朝鲜族嘛，然后我吃泡菜就被同班同学嘲笑，然后高阳站出来解救了我，然后就一起吃泡菜，所以我因为这个喜特别喜欢高阳。自画像，画一个圆圆的脸，然后他的小丸子头。OK， 眼睛背。对未来的自己说，希望永远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。希望爸妈身体健康，弟弟茁壮成长，我成为优秀的护士。我实现了梦想，是为什么？因为爸爸身体不好，想照顾他。抖音。